1941年日本偷袭后的珍珠港满目破败，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。一、日本偷袭珍珠港给美方造成损失。1941年12月7日，二日方偷袭珍珠港，改变了二战的进程，图为硝烟弥漫。三、整排的建筑被摧毁。四、一枚炸弹刚刚在这里燃爆。五、上帝视角俯瞰珍珠港。六、珍珠港港口受损严重。七、战争阴霾笼罩的珍珠港。八、珍珠港鸟瞰图。九、珍珠港上空正在执行任务的日军飞机。十、珍珠港停靠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遭重创。